走进水坝国家公园群山环抱的泰雅部落，聆听泰雅歌谣，鸟瞰山岚与云海。那个地方有好几条古道，那边也可以看到云海，看到山岚。循着白兰部落古道，看见泰雅祖先与自然为伍的生活智慧。这个地方呢，一到那边就可以感受有冷气出来了。周五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带你走进水坝国家公园，寻找云上的泰雅部落。